劲歌热舞。台中市文化局举办一年一度博物馆日盛会，在历史建筑林茂阳故居伊德洋楼热闹登场。国际博物馆协会把5月18日把它定定成为国际博物馆日，每年都有这个定定主题。今年的主题就是 The Power of Museum， 就是博物馆的力量。当然我们主楼区里面还有展览，我们的展览里面有艺术家的这个每两个月会有一次定期的更展。台中市文化局响应博物馆日，串联20多个博物馆及地方文化馆社，结合各个馆舍特色，营造社区教育力量，为民众规划寓教于乐联合系列活动。我们这个漆，做漆器的漆，就是从漆树割下来的，所以你如果来这边拿一个种子种上去，写上你的名字跟时间，然后放到我们的漆树园区，一年以后就可以长成小漆树，然后对于这个漆树教育有很大的帮助。其实这是我们的百年窗花，那用雷射雕刻加上一模的方式，我们把窗花变成扩香石跟我们的杯垫。文化局表示，因应防疫新生活，部分文学馆推出线上博物馆，让民众不受时间空间限制，也可以与文学艺术相遇。新唐亚太电视王元杨淑棉，台湾台中采访报道。